很多人把香菇买回来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，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，而且更好吃。把香菇剪掉根部，清洗干净，锅底水开之后放入香菇，把香菇煮熟之后捞出备用，用剪刀这样边转圈边剪，全部都剪成细长条，然后放到纱布里，用力的挤干水分，放到盆中备用。一块猪里脊肉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剪成细长条，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白胡椒粉，再加点花椒粉，放入姜末和生抽，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，稍微多抓拌一会，让食材吸收料汁，方便入味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抓匀后腌制10分钟，往盆里打入两个鸡蛋，再加入适量的小酥肉专用粉。这个菜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小酥肉专用粉，然后分次少量的加入清水，边加边搅拌，搅拌成这样像酸奶一样的糊状，接着再加入一勺食用油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加食用油做出来的小酥肉会更加的蓬松。然后把面糊倒入盆中，然后搅拌均匀。锅里油温6成热，下入肉条和香菇，炸的时候注意来回翻动一下，让其受热均匀。把所有食材炸熟炸透，炸至表面金黄之后捞出，这样做的香菇小酥肉香酥可口，非常的好吃又解馋，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。